最近几年来，我们都一直在提起气候异常，在新历年这一段时间，我就已经看到了国外好几个国家已经呢造成了大灾难，造成了穷更穷，日子很难过。我们台湾呢的确啦是福地，是宝岛，气候还算不错，我们的粮食还很足，还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，能帮助人的人啊才是最有福的人。你看到了我们新竹，哇，中古和林啊，这新竹啦，金竹啊，这个勒索嘛足足的啊，结婚的爱也很足啊，所以心得啊真正是有得哦。还有看到啦，咱这老菩萨啦，啊，就安尼，大家人拢摸到一个正当的钱当啊，哦，要好舒服哈，啊，舒服个摸起来，摸起来哈，感恩哦，啊，这钱呢，啊，就提起底啊，叮叮咚咚倒落去呀啦哈，那这个一个一个的钱当啊。倒落去呢，都规个红哦，大红啊，都已经呢，安尼汇集起来，伊都会当救人啊。是啊，咱台湾呢，这么平安呐、啊，台湾的社会呢，这么真好啊，啊，气候呢也真好，那会当啊，多发心。人讲吼，积善之家有余庆啦。每一天发一点心，爱人有这个爱，那就是会当造福吼。那造福积福啦，这呢就是咱会当更加有福吼。所以讲，大爱之道，广披万物吼。那当前之路啦，过往今来吼、哦，这菩萨当前就是菩萨，各有情啦、啊。人人用菩萨心，点点滴滴累积起来呢，咱会当大量来帮助呢天下人，无分种族，无分宗教吼、哦，咱会当。帮助真侪人，咱一点仔钱，会当救济天下人啊！那今年呢，师父都和大家人呢，还是同款两句一对啦，吼！今年呢，就讲修福，咱爱修福啦，立美终日愿啦，那智慧啊，好忙有乾坤啦、啊！意思就是说，但将真少的物件、钱，吼，真少啦，去买米，吼，从台湾开始，五十多年前是安尼，佛陀两千多年前给咱教育的，教育咱爱行菩萨道，菩萨。爱疼惜天下众生，啊，咱要疼惜天下众生，唔通让众生摇着不倒。所以咱从五十年前开始呢，咱发放的多数拢以米为主流吼。所以咱过去是安尼，现在嘛是安尼啦。过去用米，现在呢？到国外去救灾啦，
台湾的农委会呢，嘛，和咱的米吼，和主持人亲自呢送到每一个国家贫困的地方，啊，拢总是爱用米啦，所以呢，粒粒的米啦，种着日元吼，过去是安尼，现在也是安尼啦。啊，咱的智慧呢，那就是从佛陀的时代，安尼甲咱教育，一直传到现在，这就是佛法。佛法呢，起一粒爱心，这粒爱心呢，它就普遍传天下。所以讲吼，好忙有乾坤，只要你有爱心。你捐出来的钱呢，拢甲你揽揽落去同一个所在，那就是要救济呢天下众生，这是大道理啊！一份的爱心合我来呢，救济天下人，这是大道理啊！所以这叫做智慧。智慧豪芒有乾坤呐、啊，各位菩萨，爱的力量是真重要吼、哦。所以啊，我常常安尼一句话讲啊，一粒米中藏日月啦，那大爱长情护山河吼、哦，那。有这个大爱呢，咱会当帮助人，咱的台湾就会当更加平安。这个台湾无偌大，咱会当帮助天下的人呐、啊。天下的人偌济人拢接到这个物件，拢讲感恩台湾呐、啊，感恩主者，真呢，就是咱。亲身在外面临吼，啊，人应该咱感恩，给咱祝福啊。所以讲，大爱当前呐，护山河啊，那对咱的台湾，敢是个祝福的呢？所以慈悲行善呐，福满门呐，这咱慈悲，咱愿意行善，安尼呢？咱一家门呐、啊，都是福吼，咱拢总是福啦，所以这就是慈悲行善福满门，也个智慧处世啦，是德传家。老爸老母也要安尼做，那下一代呢，子孙呐，嘛也要要安尼做啊，这就是智慧。古早人讲吼，传德给子孙，是啊，这就是智慧。今仔日有这么多呢，环保菩萨吼，用环保来保护大地，这嘛是付出啊，恁的力量啊，这逐天有伫咧叮当吼，啊，满心拢是善呐、啊，要保护大地啊，满心拢是好念善念呐、啊，所以呢。保护山河啦，净福寿哦，哈，这都是老菩萨哈，真的很有智慧呀、啊，真感恩呐、啊，这些爱的力量哈，咱来不断付出哈。今年呢，特别过年啊啦哈，啊，师父在这个时阵呢，耐心点哈，啊，甲大家人祝福，希望人人呢啊，摕到红包。啊，这个红包不是基金会的钱哦，是师父吼的智慧财产哦。我这每年啦出租的班税吼，我拢放伫家，这就是这班税，我家己也无够啦，我爱真感恩吼，那精舍的师父吼，虽然因真辛苦。伊嘛要支持师父讲吼，啊，甲遮侪人来结缘，啊，未成佛以前，爱先甲人结好人缘呐。所以师父几十年来呢，拢是用
这个伴岁呢，来甲大家人结缘吼，啊，甲师父的弟子结缘呐，为大家人祝福，这叫做福慧财善吼，甲大家人分享啦，啊，恁吼。爱重视伊哦，唔好讲吼，摕转去乌白蛋吼，那一碗来啦，以后呢就是传家宝吼，好，这就是用虔诚的心来给大家人祝福吼，啊，无形的呢是内心的虔诚，有形的呢是安尼来表达吼，给大家人结好缘吼。